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天问一号首次火星探测，我国首颗太阳探测，是我国目前研制的最大航天器。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20:2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应该说周末的消息该如何解读，还有今天盘面当中上证的止跌以及创业板继续要探低的空间，这都是大家在目前比较关注的话题。那在后市的判断当中，我们的嘉宾又怎么看呢？来看看今天三位嘉宾给大家的解答。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吴俊琛，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居磊，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王璐，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刚才也提到，受到周末经济数据不及预期的影响，今天的 A 股三大指数开盘下探震荡，走势出现分化，沪指微涨三连阳，创业板指数再创年内的新低，市场全天成交9228亿元，北向资金小幅流入15亿。在板块方面呢，电力板块全天强势，恒盛能源四连板，中国石油大涨，引领了中字头概念的企稳。而在 AI 方面呢，我们看到受益英伟达股价大涨，算力、人脑工程等细分概念出现拉升。但是另一方面，新能源板块弱势尽显，光伏方向跌幅最大。这就是今天盘面的整体表现情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读。我们先来看看，居磊，先从盘面来说吧。我们一会儿再解读周末的经济数据。今天盘面显得就是上证止跌了。在这个位置当中是不是有止跌信号，还有就是创业板啊，是破了去年的低点以后又破了今年的低点，这个创业板的低点到底在哪里？先说一下大盘没有止跌信号，虽然今天上证表现得比较好，但我觉得就是板块的轮动，因为在上周的市场的反弹当中，整个的中字头的票，就类似中特股的这些票就没什么反弹，所以今天是属于轮动式的反弹。而整体市场虽然成交量回到了9000亿之上，但实际上大家看到就一共是三个就是比较费钱的地方，所谓费钱的一个就是中特估，一个就是人工智能 AI， 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赛道。那么以现在9000多亿的成交量来讲，也就是这三个赛道最多只能有一个半赛道涨，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一个半赛道，就一个赛道是来自于中特估，另外半个是来自于这个人工智能 AI， 再加上呢半导体芯片今天也分流了一定的资金，所以今天其实就是新能源赛道表现得比较惨，那实际上就是一个资金的就是互相的这个跷跷板的效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实际的情况就是今天市场是28效应，指数是分化严重，个股其实也是分化严重，3000多家个股是下跌的。那么到了明天，我个人觉得就是上证这块也会因为这个权重没有持续性的这个反弹，这个叫做量能，而会出现主动的回撤。那这样的话呢，依然不能确定说上证指数这个位置就已经这个企稳了啊，或者说是这个止跌了。那么反过来呢，我们再反推创业板跟深成指，大家可以看一下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的月线，那么基本上本月结束以后就是四连阴了，那月线的四连阴，那我觉得月线四连阴也蛮好，因为只有这样，那么才能为下个月，就是6月份有可能是会出现的这个止跌反弹或者说反抽创造一些条件。那么再加上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月末效应，现在反正就是从今年的1月份到现在，没有一个月末效应是没有出现过市场的回撤的，就是每次都是出现回撤。而且我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特地讲了，好像我也是跟俊琛一起来做节目的，那我专门说了，就是在过去的应该说是五个月里面都是什么呢，就月末不好月头好，但这次不太一样，所以我对6月的头上依然会比较小心，所以我说了6月可能是有个变量的，所以看清楚了再去做会好很多，就是整个的6月份的这个
月头是不是市场会出现止跌信号，现在看不到。我说为什么看不到啊？第一个，创业板指数目前还在寻底的过程当中，依然没有找到低点，这是一个。第二个，上证指数没有出现底部结构，这个底部结构是需要有时间的，光靠这两天肯定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六月头上依然是有变数的。所以如果你要让三大指数，就创业板、深成指、这个上证指数能够形成一个叫做同步的这个底部，那么这个时间上肯定要吻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今天上证指数反弹了，就看上去比较强，那另外两个指数，这个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都是非常的弱。那么这三大指数只要不协调，那么我们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叫做反弹起来也不流畅，跌起来也不流畅，所以这个底部依然形不成共振。只有形成底部的共振，那么后面市场才会形成一个像样的，或者说相对比较有持续性的反弹。所以这个时间不够，不够的话呢，六月份依然会有变量。那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那市场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现象嘛，对吧？什么明确现象呢？就是在主线里面，依然是这一轮主线里面反弹相对比较可观的，或者说相对比较好的，还是来自于人工智能 AI 方向。还有一个呢，就是市场进入到了一个缩笼的，就是交易的这个时间点，所以没有个股的齐涨共跌了，就没有板块性的这种机会，更多的可能体现在个别的股票。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什么，小票抱团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而且说或者说是一些过渡性的题材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小市值的股票会去打一些高度。那么这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其实一个是资金的高息切换，另外一个就是存量博弈的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所以这个过程如果说要延续的话，那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市场就是没有见底，市场没有见底才会出现这种现象。那其实之前呢，我们以为五月份集中下跌了，六月份是不是就能有眉目了？从你的判断来说，目前看不到，目前还看不到，等看清楚了才能给出下一阶段的一个判断。我补充一下，就是一般来讲，如果说市场形成了一个共振的底部，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就是现在的高标股，就是所谓的连板股要补跌，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补跌的现象。第二个是要有，不管是老的主线也好，还是有新的主线要出来领涨，现在也看不到，所以依然没有底部的信号。来，俊琛，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看你的观点一直是相对乐观的。从这个居老师的这个表述来看呢，从短期的五月底六月初来看，他认为还看不清楚，甚至是上证这一边啊，也并没有说全部的确认止跌。你怎么看？其实是在于我们看待问题的这样一个角度，以及我们看待问题的这样一个时间的一个维度啊。你是说周期不一样吗？对，周期不一样，看待问题的一个切入的一个角度也同样不同啊。其实我个人对于整个的一个上证，包括沪深三百，在目前这样一个位置是非常乐观的。这样一个乐观其实也不会改变，也不会改变。我也知道为什么最近整个市场好像在情绪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压制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因为确实大家对于一些经济数据有非常多的一些担忧，特别当经济数据一个又一个展现在整个的一个股市面前的时候，很多人都显示出他们足够的这样一个担忧。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上证去到3400之后，伴随着我们看到沪深三百的再一次的回落，回落到了3900下方，所以整个的一个市场就显得好像上攻的力量是非常缺乏的啊。对于整个经济数据的一个担忧应该是这一轮调整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应该没说错啊。但是我们同样把时间轴拉回到春节这样一个时间点，春节当时所有的经济数据都非常好，对于经济的预期也是在一个沸点，但是同样在那一个时间段，我们看到了沪深三百见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阶段性的顶部。现在正好一切都反过来，经济数据不是很理想，现在经济的预期又是不是在一个沸点，而是在一个冰点，过了4-5个月的这样一个时间，从沸点又重新回到了这样一个冰点。现在的这样一个沪深三百，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股债的一个性价比又回到了-2倍标准差。什么样一个意思呢？就是现在的性价比已经等于去年10月底的这样一个位置了。但也有人说，现在3200的位置还不如3000点，甚至不如2900。所以这就是你切入的角度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沪深三百的话，如果沪深三百代表大部分市场参与者，甚至是代表大部分的这样一个机构投资者他们的一个受益的话，要知道它已经调整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了，从1月底2月初调整到现在，
从4200多点现在调整到了3800多点，已经是调整了超过10个点了。所以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维度不同就是在于这里。在我们当时说过一个判断，在3900的这样一个沪深300，我们非常乐观啊，非常乐观，一切你会发现都和春节那个时候的这样一种沸腾的一种情绪，那种预期是截然相反的。现在是冰点，它对应的又是性价比极高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悲观。那短期我们怎么度过这段时间？短期我是觉得，如果你有足够的这样一个耐心的话，短期不要太过重视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你要明白，在下一个阶段的话，如果当预期反转的时候，当从冰点开始慢慢的冰要融化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哪一类资产才能够真正跑得出来啊？其实我说的这一些都是比较客观的，只是好像从感官上面很难接受，哎，为什么在经济预期最好的时候沪深300见顶了，反而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冰点的位置，我们要保持非常的这样一个乐观。因为还是这句话，数据它都是过去式，它都是一个结果，但是真正影响整个市场趋势的是在于经济预期的变化，是在于未来的这样一个变化。我们相信伴随着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后续的这样一个推动，伴随着整个经济预期的一个回暖，应该来说很多局面都会改变啊。另外的话，其实市场有一些包括类似于中字头也有相关的一个担忧。之前中字头更多讨论的是他们的一个资产荒高股息的这样一个逻辑，但是为什么这一段到了3400之后，中字头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动力了。很重要的一点逻辑是在于中字头它有大量的行业分布也是顺周期啊，所以如果经济预期不进行改善的话，你要中字头在短期来说带着市场节节新高，这是有很大的一个难度的。但是好就好在现在的经济预期处在一个冰点，所以如果要我大着胆子对于未来去做这样一个季度层面的这样一个预判的话，我觉得在下一波的这样一个启动的一个行情当中，中字头会和沪深300上证50形成一种共振，而不是说只涨中字头啊。所以如果大家想想，中字头也涨，上证50沪深300那上证会非常漂亮了，对，就会非常漂亮。你单指上证的乐观，所以其实从去年我印象当中10月份左右吧，我们对于上证做出了这样一个趋势性行情的一个判断，到现在来说这样的一种判断没有变化，并且我们也知道整个行情一定是一步三回头，它很难非常流畅，因为毕竟现在是经济修复的一个早期的一个阶段，它不是说经济已经处在了一个非常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沸腾或者是说旺盛的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只是一个早期，所以有倒春寒很正常。现在是经济预期的二次探底，伴随着整个的这样一个沪深300又重新回到了一个足够有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对未来的一个中长期，所以我说前面第二个可能的一个不同就是在于我们对于时间维度的一个不同啊。鞠老师看的是一个中短期，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我更加看到的是一个中长期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在目前这样一个位置，无论是看300还是看中字头后面可能的这样一个变化，对于上证的趋势性行情我依然是非常乐观的。嗯，来，那王璐老师，两位一个是对短期行情其实是提醒谨慎，暂时还看不清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小吴还是继续坚持自己中长期对市场的看好，尤其是上证指数的这个走势的看好乐观啊。那王璐，我们来看看周末的经济数据怎么样，我们解读一下数据，这个数据对于看当下整个市场的走势有没有一定的参考，就数据上来了没有？我觉得经济数据啊确实对当前市场影响还是比较大啊。那么短期市场之所以是调整啊比较弱，我觉得还是大家信心不足。那么这个信心不足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我觉得大家需要考虑一下。那么应该说从4月中旬啊上旬以来陆续披露的高频数据都显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需求端明显不足。那么这个需求不足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呢？我个人感觉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啊。其实管理层从去年就看到了这个现象，就提出了啊供给收缩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应该说在后疫情时代尤其是今年开始显现的非常的明显。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在4月上旬披露3月份 CPI 的数据的时候只有0.7%的同比增速，当时呢就是有些低于预期，所以当时市场就已经有调整的迹象了，只不过是由于中字头的一个啊
这种主题性投资的一个发力啊，对上证指数啊造成了一个阶段性行情。其实我们看到创业板指其实二月份开始是一直在调整的，那么到五月上旬披露四月份 CPI 数据就很清晰了，只有0.1%的同比增速。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披露下来，大家要知道是在什么背景？背景是一季度我们的 M2 增速整体是在12点几以上的这种高增速，整体的流动性是非常充沛的一个背景下，啊，我们感受到了多个行业的产品价格的回落。那么比较典型的，其实我们在两周前也谈过，比如说生猪价格，啊，现在生猪养殖还是处在一个亏损状态，而且年内能不能赚钱还是一个问号。那么第二个，比如说大家过去两年关注度非常高的新能源产业链，啊，我们刚才节目前又看到了，啊，隆基股份这个，硅片的价格下降幅度达到30%。左右。那么大家要知道啊，之所以中游的产品价格回落，源于的是上游的啊产品价格率先的回落，比如说硅料。那么硅料让出来的价格在中下游并没有产生利润，而反而中下游跟随降价。那么新能源汽车也是这个道理啊，碳酸锂价格的回落并没有导致啊整车汽车零售的这个利润的提升啊，整体产品从上游开始到中游到下游都在降价。啊，那么这与去年还不同啊，去年至少上游是盈利的，那么今年我们感受到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都是面临着盈利的一个困难期，那么这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就是需求端不足，产品不好卖。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宏观背景啊，导致了我们现在消费端面临一定的瓶颈啊，那么这是过去我们经济的增速从投资端转向消费端拉动，进而消费的一个啊这种占比逐步提升的一个过程，到现在面临瓶颈了啊，因为过去我们总是有大的单品可以挖掘出来，比如说啊最初呢我们三大件房地产销售非常高的时候啊，家电的一个销售，到后来的汽车的下乡、汽车的销售等等，那么现在我们就很难去找出这样的一些大单品去看到啊消费端的一个回暖。那么这就是面临的一个啊短期的一个困境，我觉得影响了市场的一个信心。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数据，比如说啊我们看到的流动性这一块，从四月份明显感受到流动性在收缩，不像一季度这么宽了。那么一季度支撑市场主题活跃的这种短期的热钱，在四月份也面临一定的回落。那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讲，这个市场是一个存量博弈或者说减量博弈的一个市场。那么同时也有最新的工业企业增加值的一些数据等等，那么都指向了就是面临的对市场情绪或者信心的一个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能不能啊就是说出现一个见底回升，我觉得至少在现阶段，由于地产销售的压力、汽车销售的压力等等都没有看到有利的措施或者需求端的回暖，我们很难去下判断。那么如果说我们去找一个啊有利市场的因素的话，我觉得可以啊这么去看啊，比如说一季度我们全 A 的企业盈利增速剔除金融石油石化之后，扣非的净利润增速是-10%以上啊，那么这样一个增速，这样的一个比较低预期的全 A 企业的这个利润，应该说是连续8个季度下行了。那么我们也做过统计，就是说历史上 A 股企业盈利下行周期是8到10个季度，那么这个企业盈利能不能在二季度到三季度看到一个环比修复向上有没有改善 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点。但这个关注的点呢，它能发生的一个背景需要需求端的回暖啊，需求端不回暖，企业盈利很难有上行。是不是现在我们还期待一些政策呢？我觉得呢，大家还是期待政策，比如说是房地产的一个政策能不能在尤其是一线城市地产的信用端更宽一些。那么但是这一块呢，我觉得可能大家的预期不要过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感受到的是从2015年啊这个房地产去库存到现在，居民的杠杆率上升是非常明显的啊，非常明显，再叠加上整体上来说啊，现在我国应该说管理层也讲过啊，到2035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比重等等，那么应该说购买力是不足的，这是一个房地产大周期走在一个相对来说啊偏下行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觉得对这一块大家有预期，希望有，但是呢整体我觉得预期的一个高度啊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那鞠老师，其实这两天啊大家也在看这个对弱复苏弱预期的市场交易反应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这是大家
在揣摩整个市场它是不是到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现在有人说啊，它整个市场现在股债收益差再次逼近了负2x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历史最极限的这个位置了。那已经到这个位置了，我们还有很多担心吗？您刚才说看不清，那到了这个历史的参考值的这个位置了，难道不能乐观吗？其实按照过去来讲呢，这里就是一个左侧，就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说经济可能是一个下行的一个冰点，刚刚这个俊成讲了，但是呢对于资本市场可能来到了一个布局的左侧。但为什么我说六月份我要等这个六月份的变量过了以后呢，在这个可能寻找更好的安全边际的品种？因为目前来讲，整个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就是相对这个对于经济预期比较悲观的一些这个板块，那实际上消费啊，这个包括周期类的一些品种啊，包括地产啊，这些其实都是还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当中，没有看到任何的就是反转啊，或者说是止跌的这种信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贸然的提前去做左侧，可能就是也许从价格端来讲，就是股票的价格端来讲，不见得还有多大的跌幅，但是那个时间不是所有人都能耗得起的，就是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有更好的这种反转预期或者反弹预期。而现在市场呢又进入到就是目前就是一个存量减量的博弈当中，但是存量减量的博弈当中有没有机会呢？是有的，它的机会主要集中在一些比如说就 TMT 行业，就人工智能 AR， 或者说是有一些政策预期的类似于半导体芯片，再加上就是最近的有一些就是题材的一些热点，比如说火电啊，水利工程啊，或者说是跟人工智能相关联的脑机接口啊，那么这些其实上反而是一个比较有交易性机会的地方。那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讲，就是市场上的普通投资者来讲，你不是手里拿着大把的现金可以慢慢买，你不是北向资金，你可以这个分一年买分两年买，那怎么办？你要不就是留下来观察，就如果你说我不擅长这一块，你可以留下来观察，你就别浪费时间，或者说你耗不起的话，你就不要提前做左侧。那如果你不是这种风格的，你说我就是交易型的，或者说我觉得市场还是有机会的，那现在这些机会又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在这里面去寻找一些机会。所以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维度，对，就是不同的这个对投资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对，那鞠老师，我们能不能趁着你刚才说到的几个热点追问一下，嗯，电力板块今天全天强势，嗯，有人说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影响市场，还会影响天气啊。那我们说电力板块它的这种高温能持续吗？我们说电力板块的高温啊，对，电力板块我觉得后面还会有一定的持续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没有来到真正所谓的夏季用电高峰的考验，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像今天上海创了这个历史上这个同期的这个温度的新高，对吧？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跟本身火电最近比较这个就是火电的这个板块的个股涨得比较好，主要是煤炭的降价，就煤炭的价格下滑。那么整个电力板块其实我来讲已经讲了三周了，好像三周包括今天嘛，对吧？我们一直是维持说电力板块在这个位置上依然是整体震荡趋势向上，所以在当然涨到现在可能短期涨得比较高了，那你可以要做一些叫节奏上的变化，但是本身电力板块的这个就是大的方向没有改变，所以还是有这个很不错的机会。来，俊琛，我们看看人工智能这一块啊。因为英伟达现在是出现大涨，上周就开始有20%-30%的一个上涨。那英伟达上涨之后 ，AI 概念它能不能带动起？我更熟电力，更熟电力，那可以说说电力啊，继续来说说电力。我认为电力是有趋势型的行情的啊，因为今天其实领涨的这样一个龙头，是整个火电当中五大集团旗下的这样一个龙头公司啊，我觉得电力是有。应该来说就是机构参与的这样一个趋势型的一个行情啊，主要是来自于两块，一块呢就是来自于煤价的一个下行，煤价下行的速度确实有点快啊。其实从港口的这样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其实煤炭价格在过去一周的时间来说下降了100，接近100啊。然后整个的一个库存，港口的一个库存应该来到历史的一个新高啊，包括社会库存也是差不多类似啊。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的话，煤炭在一个至少煤价是在一个下行的一个周期，伴随着供给的不断的一个扩大啊。
另外的话就是在于绿电的这样一个层面啊，大家也之前其实也讨论到了一些类似于光伏中上游的这样一个降价啊，光伏中上游的一个降价，其实在整个的一个绿电运营投建的一个企业过程当中，其实在去年来说是低于预期的，但是今年伴随着中上游的一个降价之后，今年整个的一个光伏的这样一个投建应该来说会大超预期，所以这也给绿电的这样一个发展应该来说点了一个加速键啊，所以无论是说火电的这样一个困境反转，还是说绿电的这样一种超级成长来说的话，整个的一个电力板块现在的一个市值我觉得还是被低估的啊，所以另外从整个的一个市场角度来说的话，盘面更像是机构，更像是机构，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电力是有趋势性行情的。这个趋势性行情它的演绎，因为我们在这个盘面当中看到已经是涨了不少了，就是在向纵深发展这个过程当中涨了不算多，你觉得不算多？真不算多，还有空间、啊、对，还有空间，因为其实电力有没有更细的方向，就是火加绿吧，火加绿，对、嗯，来，王璐老师，刚才就是英伟达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想和您再做一个探讨。英伟达大涨，我们说之前市场动就是因为英伟达说算力我提升了10倍，那现在英伟达在盘面当中一直能够保持强势，能不能带动 A 股的 AI 的一些个股？就是它，我前面如果说第一波我们说它暂告一段落了，能不能再带起第二波来？我觉得英伟达对 AR 的这个股票啊，应该说已经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啊。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明显感受到啊，包括前期的啊三个核心赛道啊的品种都在反应啊。第一个呢就是算力啊，服务器这一块啊；第二个呢就是光模块啊，光通信这一块；那么第三个呢是 AR 芯片。啊，应该说在整个啊这个生成式 AR 人工智能的一个带领下，这三个最核心的赛道啊，我们看到一些品种在创新高的啊，比如说光模块的几家公司啊，龙头的公司都在创新高，那么算力啊这个服务器的几家公司反弹的幅度也不错啊，这就说明啊，应该说目前整个市场在缺乏持续性热点的一个背景下，一旦啊这个前期的主要的啊赛道调整之后，有一些催化剂，那么市场的一些短线的资金啊就愿意去参与。那么我们觉得呢，短期应该说是会延续啊，有可能是延续这样一个反弹，但节奏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强调注意一下，因为我们的一个总的判断是指数上是缺乏这种指数级的行情，总体是一个震荡弱平衡的这样一个节奏。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由于啊市场风险偏好比较低啊，在没有啊这种预期转变之前，整体这样的一个啊风偏较低、追涨意愿不强的一个背景下，主题投资的一个弹性啊，相比一季度我们想呢要打折啊，而且这个打折的幅度可能要略大一些。那么所以说我们觉得呢，如果说有催化剂啊逢低啊进行一个能把抢先手啊能这个参与到来最好，如果已经涨了连续拉涨两三天了，那我们就适当的去谨慎一点，始终是保持一个震荡的一个这种不追涨啊，这种比如说啊这个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大盘举例啊，对沪指来讲啊，它摸到上箱体了啊，我们就要谨慎了，我们想一些这种啊相对来说啊不利的一些因素，那么上下箱体就靠了啊，到上3100就靠了，那我们就想一些有利的因素啊，是有没有一些超跌的短期的反弹，那么以这种啊震荡式的一个思维啊，无论是对大盘还是对这种局部热点去应对，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稳妥的。嗯，再问问鞠老师，鞠老师因为每次来都要对双主线进行到哪个阶段做一个点评，我们是双主线上，一方面是中字头也分化了啊，中石油大涨之后这个中字头还会不会像之前再来一波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AI 能不能在英伟达的带动之下也有所表现，两条主线啊。我先说一下英伟达吧，因为这块我比较熟。那如果你要做英伟达这块，其实就是算力嘛，实际上这波起来主要是两块，一个是英伟达，还有一个是美光，就海外这两个大厂，对吧，导致了就是一个是算力，一个是存储，都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那之前呢大家都觉得 AR 的这块炒作更偏题材，但是当看到海外大厂英伟达跟美光的这个业绩以后，大家会觉得这个板块实际上未来是有业绩做支撑的，所以呢它走了二波。那么比如说以算力来讲，大家就盯着英伟达就可以了，英伟达股价如果继续能够再更上一层楼的话，那 A 股当中的这个算力板块应该还会继续的向上去拓展高度，反之如果英伟达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震荡了，那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明天开始整个 A 股的算力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分歧了。
而且因为已经涨了几天了，所以这个节奏上一定要把握好。然后呢，人工智能 AI 整个板块内部的轮动不会改变，只是因为成交量的原因，它进入到了一个缩笼的分化操作阶段，也就是说按下葫芦起了瓢，就这种，就是你要把握好这节奏。比如说今天游戏板块起来了，那有可能明天游戏冲一冲，后面这个可能又轮到 AI 教育啦，轮到 AI 的这个传媒啦等等，反正呢这块都是。还有最近比较超预期的是什么呢？就是脑机接口这个板块，实际上他们全部来自于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延展。好，这是从人工智能 AI 这块。然后说一下中特股，中特股这块今天这个两桶油或者说石油板块涨得特别的好，好，这个反弹的力度也非常大。但是呢，大家知道整个的权重板块是非常耗资金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成交量不能重回万亿之上，那么基本上整个的中特股的操作是没有延续性，或者反弹吧，不能说操作，就反弹是没有延续性的。那这种如果反弹没有延续性，就会面临着什么呢？就是前面的套牢盘，这之前不是有套牢盘吗？上方它一旦反弹遇阻或者遇到瓶颈，它就会有筹码的抛压，一旦这个就是中字头的品种面临筹码的抛压，它也会影响到指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明天很大概率上证指数不能再去探一下今天的高点，就应该是3230点的话，那就会又会面临着短线的不进则退，也就是说会面临主动的回踩。所以这是就是因为资金跷跷板原因所造成的。现在我们说存量博弈甚至减量博弈的过程当中，只能是盯着几个板块，它的起起伏伏。三个方向，其实三个就是最需要耗资金的方向。我觉得只能存活一个，每一次就只能有一个是表现的比较好的。这也是现在整个市场的尴尬之处。对对对。好的，那我们对大盘就分析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呢，稍后和大家一起说说618的电商概念。一会儿见。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掐指一算，今日要抛底，海阔业今日一开盘不要动啊，能用成股神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听我的，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选不到龙头，抓不住趋势，一轮热点板块走完大半，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上车机会。其实投资哪有什么天赋异禀，靠的都是天道酬勤，不过一旦努力错方向，很可能也会浪费大把的时间。这套趋势群龙五大战法是我们经过多年的积淀总结出来的实用技巧，有了它，或许可以让你在投资路上少走弯路。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这套趋势群龙五大战法，它将通过简单易懂的案例帮您捋清投资思路，如何认清底部形态，怎样寻找黄金买点，准确辨别主力起盘，分时做差价，逃顶不贪心。五大战法帮您提供炒股思路，记住啊，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学习趋势群龙五大战法，让您的投资更简单，选股更轻松。大家好，您对目前的投资还满意吗？有没有跑赢存款利率呢？没关系，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都会送出一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或许能帮你找到适合当前家庭投资的方向和机会。同样的资产，不同的配置，日后效果会大不相同。80年代摆摊就能赚钱，很多人没试。90年代买个认购证就能获利，很多人没买。00年代买房就有收益，很多人不敢。抓住时代潮流，可能就抓住了时代的机会。2023年的机会在哪里？如果你还不清楚，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2023股市投资指南，拿到手去看一看当前哪些方向值得你来投资。今天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或许告诉你未来有爆发潜力的机会，与其感叹一直错失良机，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立即扫码领取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给自己一次机会。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
好，欢迎回来。从上周末起呢，被称为各大电商平台史上最大投入的一届618活动的销售预售陆续开启。具体来看呢，天猫和京东主打补贴活动，而抖音和快手则玩法更多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拼多多发布的一季报显示，营收同比大增58.2%，远超市场的预期。电商行业的竞争持续加剧，而从目前消费品预售情况来看呢，美妆、小家电包括纺织品排行前三，部分机构也表示看好相关板块获得提振。那刚才也提到了即将要到来的618，鞠老师，618我们说哪些细分的消费板块有望启动啊？刚才提到一些美妆啊、小家电，这个可以提前看好吗？以往来讲呢，就是美妆啊、服装啊，对吧？然后小家电啊，在这一类的，就是会表现得非常好，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在细分的这个就是消费品里面会表现得比较好。但现在就是这一次呢，可能商家的第一个就是打折力度也会比较大，好像是据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个促销。但现在的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促销来了以后，到底实际的购买力是怎么样，这样不好说。还有一个呢，这个拼多多一季报虽然显示这个营收同比大增，但那个这个一季报里面其实它富含了这个春节的变量，然后二季度的话，这个整个财报现在确实不好说，所以整个现在618电商这块大家期待值还是拉得比较满，所以从这个资本市场的角度上去考虑的话呢，实际上就到了一个叫做兑现期。那不管是物流啊，还是说一些这个本身的这个电商平台啊，实际上前面炒过一下的，就是在本月5月份前面的时候是就是有这个预期的，就是当时就炒了这个有些股票还是炒了连板啊之类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潜伏资金还在里面，那么也就是说到了6月头上，如果整个电商啊，这个快递啊这一类的，如果再有出现反复或者说是这个拉高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兑现期，就是对预期的兑现，而并不是一个你要重新进入的地方。这段时间要慢慢的兑现了，对对对，并不是一个买入关注期。对，我说的是资本市场这一块。资本市场，对，来看看俊琛的分析。俊琛啊，就是快递物流板块是不是有机会？快递物流的品种啊，就是个股不多，就那几个所谓的巨头公司啊。那这几个公司呢，前几年呢也是在相对的一些时间段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个收益。今年我们对物流板块怎么看呢？其实过去2年时间，整个物流有过一次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个估值的一个抬振啊，当时也是预期他们的一个竞争格局会得到改善。后期的话，因为拉长周期看的话，其实整个的一个快递行业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这样一个行业啊，所以短期给予他们比较高的一个估值，但现在又重新跌回去了啊。其实对于整个快递行业来说，最重要的依然是在于整个快递行业内部的这样一个竞争格局啊，一定是牢牢盯紧着这样一个竞争格局，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向好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不再有明显的这样一个价格战，相对来说大家都结束了之前的比较重的这样一个开支啊，这是其实整个快递行业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标准啊。甚至我的一个判断会是，当整个的一个电商的一个增速不断下行之后，反而会带来快递行业的这样一个改善啊。所以快递行业我觉得暂时来说可能还不是时候，但是如果一旦当他们发现真的竞争格局的一个中长期的改善，整个的一个快递行业他们的一个上涨的空间会是异常巨大的。那其实王璐老师，按照每年618之前啊，整个市场对这类公司啊，不管是销售好的一些这个细分消费板块也好，还是物流板块也好，都会有一些提前的炒作啊。那今年刚才鞠老师说了，这可能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上已经是兑现期了，这个观点您同意吗？我也基本同意鞠老师的观点啊，因为0618啊，也就是半个多月的时间，差不多啊。那么按照 A 股这个投资节奏啊，一般都是炒预期啊。那我们想呢，如果说啊，对618的期待比较高啊，相关领域的个股，我们想呢，在5月下旬至少说就已经会有表现。那目前还之所以没有啊，我们看到特别这种比较好的表现，我觉得可能大家是一个信心不足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对消费的整体的这种预期今年整体不高。其实我们从春节期间，尤其是一些免税的购物当中，就能感受到其实单人的这种购物的一个价值量，相比啊这种
三年前啊，应该说整体是有些下降的啊。那么从拼多多的一个业绩来看呢，其实也能感受到啊，应该说大家向中低端的一些网购的一些消费呢偏多一些。那么这也就是说，到最后啊，大家会看到总的一个社零的一个消费的数据，有可能啊，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节奏的啊，这种618的大促销，并不会像啊之前的啊这种两三年前这么乐观的一个预期啊，所以说呢，在整体上我们看到啊，大家对未来收入有一定的担忧啊，对整个消费啊欲望有一定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对618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其实是资本市场到目前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并没有啊明显的表现，至少现在来看啊，应该说啊已经进入了一个啊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左右的时间都没有反应的话，我们觉得这种618之前呢也很难有行情，很难有行情，除非啊在618看到数据之后，确实有些大单品啊出现了超预期，比如说一些常规的一些化妆品啊，比如说一些个别的小家电等等，可能会带来局部的行情，但是我们觉得这可能要看到一些预售啊各方面的一些数据之后才能看到一些结果。您说今年这个行情跟以往不一样，今年要看到消费的真实数据，可能市场才会有反应，因为今年整体大家是在一种弱预期当中啊。这是王璐老师给的解答。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互问互答，您有什么问题现在赶紧通过抖音、快手、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一会儿我们梳理一些问题和我们三位嘉宾在线上线下互动起来，我们一会儿见。大家好，您对目前的投资还满意吗？有没有跑赢存款利率呢？没关系，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都会送出一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或许能帮你找到适合当前家庭投资的方向和机会。同样的资产，不同的配置，日后效果会大不相同。80年代摆摊就能赚钱，很多人没试。90年代买个认购证就能获利，很多人没买。00年代买房就有收益，很多人不敢。抓住时代潮流，可能就抓住了时代的机会。2023年的机会在哪里？如果你还不清楚，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2023股市投资指南，拿到手去看一看，当前哪些方向值得你来投资。今天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或许告诉你未来有爆发潜力的机会。与其感叹一直错失良机，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立即扫码领取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给自己一次机会。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岁月不败风华，经典历久弥新。老凤祥，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好，北京时间20:43，那我们可能有5-6分钟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我们集中回答。那俊琛，有人问说，之前提到过对房地产的看好啊，那最近对房地产的后市有没有新的看法？我的观点一直不变啊，就是大金融、大地产、大消费，他们是依次的一个顺序。先动的就是大金融，之后再是大地产，但是来说暂时来说还没有动啊。其实为什么当时我们在春节前后来说，对于一些核心资产表现出相对来说比较担忧的这样一种情绪，就是预期到整个经济的预期会实现二次探底啊。这种二次探底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当时我们也做过这样一个解释，就是当时给的政策会发现，无论是说整个防疫的优化，还是说地产的三支箭，它更多是集中在我们看到的供给侧，它不是需求侧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年我们相信需求侧一定会有相应的增量的政策不断的在路上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扩大内需是核心的主线了。因为现在我们也都知道，现在整个经济当中最主要的矛盾在哪里，就是总需求的不足，或者是说实在一点，就是国内需求的一个不足。所以针对国内需求不足的一个问题，相信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出来。
这种动作出来之后，其实有一个点是完全绕不开的，那就是地产。按照官方给予的数据来说，地产关联到了40%的银行信贷，所以如果地产没有明确的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好转吧，或者是说转暖，整个的一个信贷宽信用如何进行一个传导，这是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地产关系到了50%的这样一个财政，地方的财政然后关注到的就是关系到的就是60%的居民的这样一个资产。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地产是一个在宏观的一个研判的一个过程当中，在策略的一个制定过程当中完全绕不开的一个点之前一系列都是围绕着供给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地产究竟有没有需求侧的这样一个动作。另外我需要表达一点，就是如果你去看30城的这样一个地产的新房数据的话，其实并没有市场现在反应的那么的糟糕，只是当市场在表达对于未来的悲观的时候，很容易把未来中长期的负面因素通通都计入到短期的一个计价过程当中。但是就现在的一个地产而言的话，性价比再次出现所以我们之前有一个排序，就是先大金融。大金融之前我们看到银行动过了，保险动过了，直到最后的这样一个券商动过了，但是我相信没有结束，接下来是大地产，最后是大消费，所以会有这样一个依次的一个排序。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也不需要做出多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大家还是要记住扩大内需，如果内需是主要的矛盾的话，接下来对症下药的就是扩大内需相应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需求侧的这样一个政策我们拭目以待。那其实现在大家对于整个市场期待的这个部分是在政策这一块是我们也会竖起耳朵来听听政策的声音。来，我们请这个鞠老师看看就是光库有减持1%光库科技在这个位置上做减持，这个1%多不多？是一个微小的动作，还是说对这个行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光库是最近 CPU 里面的也算是个龙头品种吧，涨幅比较大，本身又是20厘米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如果你的减持幅度在3%以下，那相对来说对股价的影响不是很大。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它本身涨得比较多，那涨得比较多呢，它会对里面的这种获利盘有较大的影响，因为会面临着抛压。如果有抛压而这个市场又不太愿意在高位去承接的话，那它的股价就会造成短期比较大的波动。他是说股东及高管拟合计减持公司不超过1%的股份对，股东及高管。来看看光伏的问题。今天光伏呢有两条消息值得我们一起来评论一下。那王老师，一条消息呢是天合光能的股东减持，这是一个减持的消息。还有一条是隆基5月份单晶硅片价格公示，平均价格下调约30%。这两条消息对光伏板块有什么影响吗？整体还是一个偏利空影响因为隆基作为一个硅片龙头公司有一个单月的一个降幅，这种产品价格的一个降幅应该说还是有些超预期。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其实刚开始我们节目中也谈到，就是上游成本硅料的价格去年4季度就开始松动今年整体是处在一个下行的一个过程当中。既然它成本有所下降了，它由于为了这种产品的一个销售它自降低它的一个产品销售价格也比较正常。那么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因为成本的一个下降而多赚钱把这部分的一个利润呢再让渡出来。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背后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光伏今年装机相比前两年的这种增速我们觉得是有一定的回落的。那么这种回落的一个预期我们觉得在去年4季度就感受比较清晰了去年4季度管理层给出了一些能源方向的指引，我们感受到了3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立足于以煤炭为主体的这种煤电资源就是火电还是我国的第一大电力资源，它是一个最就相当于一个长时储能因为随用随发这把特别强调了一个煤炭煤电的一个地位。那么第二句话是安全有序发展核电第三句话是对油气资源的一个开发。我们觉得这呢也都在今年的A股市场中有所反映无论是三桶油还是相关的核电火电的一些表现
啊。那么我们整体感受的是新能源的排序呢有所靠后，那么这个靠后呢源于前两年前三年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之后，由于光伏是一个间歇性电源啊，那么对电网的要求比较高，那么现在应该说储能的技术没完全跟上啊，这种消纳的一些影响啊，电网消纳的一些能力啊等等，那么会制约啊，反过来制约目前的整个光伏的一个啊地位啊。应该说在三年前啊，大家对新能源的一个展望，如果说啊未来第一主力电源是什么，可能有些人会想象啊是光伏，那么现在我觉得很难去下这个判断啊。所以说呢，大的方向上我们觉得产业景气度呢确实是在下行的啊，那么产品价格的一个回落，包括啊我们看到天合光能有些股东的一些减持等等，这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行为啊。我们觉得今年新能源整体上是缺乏这种趋势性机会啊，以调整，那么调整幅度多了就会有一个短期的超跌，但是超跌反弹之后呢还会有资金选择流出啊，我们觉得整体还是一个谨慎观点。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明日市场前瞻，看看三位嘉宾对明天市场的涨跌判断，我们一会儿回来。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股票太难了，赚到哪只买哪只，涨点吧，涨点吧，割不割？炒股怎能靠运气？自己有实力，炒股更理性。九方智投，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九方智投提醒您收看《公司与行业》。好，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明日前瞻。鞠老师，如果看明天市场的话，是不是还是这种指数分化、指数震荡？是不是还是这种格局，一时难以改观？对，我觉得目前来讲，指数肯定是第一个没有上涨的空间，第二个呢就是调整依然没有结束，所以正常来讲呢指数就是一个震荡，那么可能明天这个上证有可能会主动回踩一下，就是中特估的这个板块如果不能够有效的继续反弹的话，那么整个指数可能也是一个分化震荡。那板块个股我觉得还是维持轮动吧，就是结构性的这种轮动还是在。那市场现在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有容量票，就是主线里面有容量票在涨的时候呢，往往抱团的小票反应稍微差一点。那反过来，如果容量票本身调整，就是我说比如说明天算力这块它会有主动的分歧的话，那保不齐抱团的小票又会卷土重来，它实际上是风格在不断的变化的。这个呢我觉得在日内交易的时候投资者要看得比较清楚，就你要去盯盘看一下今天到底什么样的市场风格更占优，这也是能够体现在板块跟个股上的。也许也就是明天可能市场虽然指数不一定表现得很好，但有可能个股的整体表现或者说情绪要比今天好一点，也这个不一定的。那刚才有人问光库减持，要是明天低开还能买吗？我是一直盯着这只个股，我想进一点。已经涨了那么多了，对吧？又赶上减持，就是最好是等这个市场减持完了以后，或者说是过个几天减持比较明朗的时候，你再考虑是不是要去进，不要去赶这个风头啊。供大家来参考吧啊。好，我们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九方智投提供的投资者教育小短片。这是金叉看多，这是死叉看空，这是阻力位，要小心了。这是什么玩意儿？好厉害的样子。这就是均线，指的是当天往前推相应时间的平均价格。MA 五指的就是五天内的 ，MA 十就是十天内的了。这就能算股了？这是技术指标，可不是什么算命。简单来说，均线组成的各种形态代表了不同的市场预期，比如这是金叉就代表了看多，反过来变成死叉就成了看空，配合 K 线的时候还能判断它的压力位和阻力位。学会这个我岂不是无敌了？
哎，所有的技术指标都是我们做决策的依据之一，我们还要综合考虑企业的发展潜力、市场情绪等等。家人们要是看懂这个，谁还找我算股啊？九方智投提醒您，掌握交易规则，控制风险，做理性投资人。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公司与行业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吴俊琛、鞠磊还有王璐。稍后是我们第一财经为您带来的财经夜行线，明晚我们再见。来吧，离岸金融，由上海公司采购，在韩国工厂生产，并直接从韩国装运上船运往非洲。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离岸贸易做得越来越溜了，可是问题来了，货物没有经过国内口岸，两头在外，怎么在境内结算呢？韩国工厂想到上海的银行来融资是否可以呢？还可以享受哪些金融服务？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离岸金融。离岸金融一般是指符合一定条件的一国本土金融机构按照国际惯例向非居民等提供的金融服务。听懂了？这个听起来很爽，好像是我在你的地盘获取金融服务，大体遵循的却是国际规则，哈哈。在符合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和展业三原则的要求下，商业银行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基本都是开绿灯的。那离岸金融都包括啥活动呢？贸易结算、借贷和衍生工具交易等等都可以。什么人都可以参与吗？欢迎有需求的非居民来参与离岸金融业务。刷角非居民，非居民包括了境外的法人、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等等。说了这么多，举个例子就明白了。比如对于在海外有金融需求的非居民来说，到我国具有离岸银行业务牌照的商业银行开一个离岸银行账户，可以用多种货币进行存款结算，资金划转也较为自由。就像前面提到的，两头在外的离岸贸易可以依托本土金融机构轻松结算，同时我国具有离岸银行业务牌照的商业银行不仅可以服务非居民的融资和跨境结算等需要，还可享受税收上的优惠。有需求的非居民后续还可以依托上海的金融基础设施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等。当今上海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城市之一，中央已经明确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离岸金融体系的构建可以吸引更多境外主体参与人民币产品交易，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和商品市场的辐射力、定价权和话语权。哎，天天就看手机，你在等谁消息啊？让我看看。等等会儿，等会儿。你又在炒股？你又在炒股？我这之前投了这么多钱进去，我不得好好研究一下？哎，你成天盯着看有什么用？你快点把手机给我。啊，你看，这是什么？这个是烽火战法，你这个指标专门提示进场加仓的参考信号，然后去提示进场，火堆呢就提示加仓。然后你看这个，注意看指标啊。嗯。你这支票啊，这边第一次提示进场，那几天后呢又提示加仓，哎，信号都是当天发出的，是不是很有启发呢？哎呀，真是，哎，确实比我自己盯着方便很多。哎，你这是哪里看到的？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领了。屏幕前的股友们，你们也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烽火战法，看看自己手里的股票吧。